很快了，又是新的一年，在这里牧师要祝福大家，所有的赞美灯塔的家人们，祝你们新年蒙恩，也祝福那些在线上每一天早晨跟着我们的晨祷的进度的弟兄姐妹们，牧师也要祝福大家新年蒙恩，愿你们在这一整年里面耶和华祝福满满，愿你们新生灵都健壮，神的福气天天都临到你们，新年蒙恩，新年快乐。